最好玩的 PUBG Mobile 跟 Gage 有合作啦，除了95折以外，还有额外的礼包可以打。我现在来教学一下，现在点开 Gage 商城，左上角有一个特惠礼包，然后有点全部，然后第一项就是我们的绝地求生 M，只要755点就可以买我们的 Royal Pass， 这边按一个我要购买，直接购买之后，我们去那个 PUBG Mobile 的第三方储值平台页面上面，直接选中间这个 Elite Pass 礼包，然后输入你的 ID， 然后选那个 Gash 点数卡，然后下面按立即付款就好了，不用担心下次什么电信账单来的时候被爸妈看到。现在可以偷偷省午餐费，把营养午餐省下来买我们的 Royal Pass 了，太棒了太棒了，可以这样乱教吗？我们现在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 Mutual Royal， 这个模式一样是可以跟朋友组队的，像我这个手残玩家平常打不赢别人怎么办？哇，太开心了，枪战游戏里面居然也有 PvE 模式，我可以收集装备，然后变得越来越强，甚至还可以把打到的资源拿去卖钱，然后去跟黑市商人买更强的装备，再也不怕打不赢了。我拿着这把大枪，怎么可能打不赢？除此之外，打 PVE 的时候也可以顺便训练一下打人的手感。里面可以购买的东西每天会刷新啊，它里面有一个那个保险箱，就是你带进去的资源放进保险箱里面。是不会掉的，然后里面有很多主线任务跟那个成就可以解，然后解完这些成就之后也会变得更强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找那个小龟和夜雨一起加入。你们搞定了没？大哥我好了，大哥早安，你好，平安行哥，你那个战力有点高欸，那个19万，我们是来抱你腿的欸，不像阿法战备价值只有27000而已，这反映在月薪上啊，你的月薪多少里面那个战力就多少，是这样子吗？那你为什么一个月还可以出那么多？那我是带着你们玩吗？但是死掉装备都会掉地上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你比较贵的东西你要放到加密箱，加密箱的话是死掉就不会掉出去的。没错，那我把队友打死可以捡他的装备吗？可以，我这几天都在干这个事情。土匪来了，土匪来了，你怎么用脸去撞土匪啊？我看他不会动，我就直接冲过去。我有现金袋，捡到钱，我捡到钱，真的。哎，我现金。没关系，紫喵喵你就尽量捡，我等一下就会把你的尸体一起抬出去。你好烂哦！为什么土匪打我比我打他还要痛啊？啊！你怎么跳出去了？我不小心跳出去了。没关系，阿爸，你就继续负面攻杀。有没有灯啊？完了。在我。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。我的队友呢？等我，等我。我要跳，我要跳。还没上车。姐，等一下。我们这边应该收完差不多，我们去打 boss。谢金河。注意啦，我的钱。注意啦，记得放到保险箱哦。我觉得他们三个很可爱。我还没上车，刚刚想要偷偷去约会啊。我之前有打劫过，在打 boss 的，真的很香。那只有我数掉吧。对。boss 很强吗？做特殊技能。血很厚。所以一场会遇到几个真人？我推测他应该是放2组到3组真人，总共加我12个。那看起来像是真人欸，会这样跳下来。那真人。这么假，这样很会跑哦。真人，屁股也有。紫色盒子就是真人的盒子。走吧，我们直接出返回点，然后去带阿法回来再玩一遍。有脚步声，有看到人。我操！直接烧死两个，可以的。你先找个掩蔽物，你不要看到。好。他死了，我可能要倒了。你先拿。我先救。看我一下。来不及。完了。我能换别子弹，我去救夜雨。我们先二打一。好，加油。他在下面，在下面右下角围墙后。好细呀！好，交给我。哦，那我们直接回返回点吧。然后他这个模式还有天赋可以点，太神啦！根本就是新的游戏了呢，怎么那么好玩啊？你们就是买有些东西它会有等级限制，但是神秘上铺里面买的话就不会有了。像我身上6级包也是里面买的。6级包？
哇，我这边没有警报。哇，你的包包很大呢。走吧走吧，我带东西给你们。哎、欸，有人说你的 skin 很帅、欸，龟狗。废话，我谁？自己看起来就我最穷。光我们什么学生抽光光啊？有圣诞老婆婆要发东西了。哎、欸，我没子弹，我没子弹。哎、欸，我也没子弹哎、欸。你是脑残是不是啊？你这上战场不带子弹是怎样啊？我开水了，哭啊！阿法，你他妈你认真点，他妈打人好不好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加密箱里面的东西，我的枪不小心塞进加密箱里面了。对，你们那边有枪可以捡吗？不是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枪拿出来了没啊？还没有，加密箱里面空了。我刚刚是不小心把它丢在地上了。那，我记得我刚刚放在加密箱里面了。不要再雷了。我该说阿法可爱，还是说他蠢？选一个。可爱，谢谢。啊，这些人一直晃来晃去是，嗯。你们在哪？不是啊，这里。我们跟错人了。该不会是跟着我吧？没有，他在跟阿法。跟着阿法。走，要去扁王了。走。是去扁王还是被王扁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啊啊！这只是王吧？哇塞，他血也太厚了吧！搞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还有料！你们骰多少？我骰52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太多了吧？我才骰29跟17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非洲人。全部都是我的，好爽哦！净赚10万块。前面有人，小龟。哇，你直接把秒掉哎、欸！基本的，直接给你全部剪光光，还想偷啊？不用哎、欸，这真的是蝗虫哎、欸！在我这个小乞丐面前，想跟我抢东西？哎呦，左边有料哎、欸！好，这给你讲好看。到你们了，到了。来，分配时间，看谁赛。来，掉最好的是大鼻屎。什么大鼻屎？大鼻屎是什么？你们想龟挖出来的吗？好，好爽 ！CPU 处理器13200块，好爽哦！这是自己卖的，他是真的。哎、欸，他们真的，我没子弹，你给他死！我拉你，再分我一点子弹，好不好？我有子弹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业余人很好、欸，他看到我们过来捡东西，他会把箱子让给我。你在发好人卡吗？好人哎、欸。我现在我的到处行乞，你那是行抢吧？我觉得我看到真人了，我可以射吗？要射吗？还是不要？25，射啊射啊，哪次不射？我只把那边 PC 他妈认成真的。不是因为刚刚夜雨说前面有真人，我就以为那应该是真人。发音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杀的这个是人哎、欸，真假？这上面有一个紫色包，然后有 AWM 哎、欸，那很香耶、欸。我剪不完，你们赶快来剪，真的，快点。他现在已经在哭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很肥，净赚14万哎、欸！这个新模式就是拾荒老人。我净赚14万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也跟我赚一样多啊？废话，我专业的乞丐啊。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差不多了，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你们，凯瑞啊。谢谢凯瑞。对。拜拜。拜拜。